圆盘内的菜肴已经吃光，剩下蒜头和几根空心菜。消费者指控15号来热炒店点了这一道料理，结账的时候发现要花320元，吓到拍照来发问。我们其他的餐点加起来是660，所以扣掉就是320嘛。而且我有再询问过一次那个小姐，她就说青菜现在很贵。一句台风菜贵让消费者说不出话，但是一把就是半斤翠绿空心菜，再加上了蒜头来爆香，点缀着红辣椒增添香气。其他快炒店端出了成品，这一盘的价格是半斤才10块，要到100块，所以300多很夸张，300多块，320不觉得太贵了。空心菜价格，民众心中理想数字大约150元上下。而被投诉的快炒店菜单上，青菜这一栏有分大小，但是标注着实价两个字。我现在贵重这样。被投诉空心菜价格很贵，让嘉义物价惊人。店家澄清，台风天菜价真的是很贵，不过当天其实是工作人员算错钱。你应该算多少？应该是一样高。我是要算320几。320，我代表店家哈。他说请我原谅他，然后请我删文。空心菜的价格近几个月波动大，三个月前一公斤38元，到了8月初一公斤飙到62元。山头的台风过后两个礼拜，传统市场的业者这样说：虽然白了而且是大白啦，大白安尼啦。一大把菜大约12两可以炒一盘，传统市场卖40元，等于一公斤是88元。热炒店加上了调味、瓦斯、人力成本之后，定价要多少？消费者在点餐前恐怕得先问清楚，避免争议。三立新闻6国雄薛仁宏、朱雨荣综合报道。